人类文明进程的本质是手工，虽然有水力、风力、轮轴与杠杆，但那是为了手工的效率。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到现在不到500年，比起悠久的手工文明，我们的技艺还是手工的，因为造型的原理、美感的确立、质感的分别，都是在手工时代逐渐确立和完善的。文明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拥有享用最高手工工艺品的权利，他的住、衣、食、行是最宏伟最精致的手工制作，所以整个故宫的物品是手工艺之集大成。清代承袭明代旧制，从清顺治11年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负责烧制皇室御用的瓷器。通常朝廷会派出自己亲信的人选，就近监督瓷器的品质，控制预算，并确保官窑不会外流到民间。雍正六年，西元1728年。唐英在怡亲王的拔擢下，奉命派驻景德镇御窑厂协理陶物。刚来到御窑厂的唐英对陶物工作可说一无所知，于是他下定决心放下身段，和工匠们一同工作，一起生活。如此经过3年，对于泥土、釉料、胚胎、窑火的掌控总算能够得心应手，并且获得工匠们的认同。据浮梁县志记载，御窑厂内规划有23个作坊，每一个作坊都有各自擅长的技术，例如画作专门负责描绘纹样，写字作专门书写款式与题句，雕镂作专门剔刻与雕镂花纹。在雍正时期，唐英的首要任务是配合雍正皇帝的四鼓雅号，开始仿制历代的名瓷。釉里红是釉下彩的一种，用氧化铜为着色剂，在素胚上绘画图案，然后施予透明釉，经1200度以上的高温一次烧成。氧化铜在高温火焰下会还原呈暗红色。由于氧化铜在高温下成色非常不稳定，所以烧制困难，不易成功。自古以来，釉里红被视为古瓷珍品，在明末一度失传，一直到雍正、乾隆时期才又发扬光大。雍正特别要求唐英仿烧宋代民窑，包括汝窑与钧窑。仿烧过程中，唐英直接派幕僚前往古代的窑址做田野访查，收集破片书籍，访贤寻旧。朝廷还发下收藏的宋代器皿为样本，以进行仿古釉色的开发与研究。窑的釉色近于雨过天青云珀色，釉水莹润
厚如堆纸，因为釉料中含有铁元素，在1100度到1200度高温下，会呈现出乳釉的青色。唐英在仿制古代民窑的过程中并不单纯木骨，同时也研发出许多新釉色。其中如君釉就是仿君釉过程中创新的品种。这是一种以800度左右的低温烧成的仿君釉瓷，是单纯依靠釉水的变化来装饰瓷器，主要是调整釉料中铜、钴、铅、锰、铁等各种微量金属元素的含量，使釉面流淌着以蓝色为主的花釉颜色，有的还布有红色釉斑，釉面如山水堆叠，云霞映彩。雍正时期的炉钧颜色较为清丽淡雅，而乾隆时期蓝白眩晕的斑点比较多，色泽更加明艳华丽。单纯以釉色来装饰瓷器，其实工艺难度相当大。好的单色釉瓷正因为它的单纯清丽而著称于世。茶叶末釉色也是唐英所烧造的单色釉瓷。单色釉的成色，除了受作为着色剂的金属元素影响外，还与窑内的温度有密切的关系。因釉料中含铁、锰等微量金属元素，所以在暗绿的底色上会闪着茶叶末般的黄褐色细点。这是一件造型奇特的瓶子，中间主瓶较高，周围环绕五只大小形状相同的小口瓶。透视结构，其实六只瓶子的内部瓶身是彼此相连互通，造型构思相当别致，而且成型的技艺高超。乾隆二年，唐英升任督陶官，平日住在淮安关，只有在夏秋两季前往景德镇，由他的助手老格与63驻场烧造。升官后的唐英必须直接面对皇帝的要求与指示，成为皇帝与御窑厂工匠们之间的沟通桥梁。然而乾隆皇帝对陶物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不再满足于重复烧造旧款，因此唐英在与帝王的互动中屡遭责难。面对喜欢奇巧、繁复、华丽品味的新皇帝，使得唐英和他的工匠们不再墨守成规，而更加积极地去突破与创新，大胆地在一件器物上集中施用多种釉彩，包括高温低温色釉、釉上釉下彩绘，还能集中多种技法于一件器物上，包括将镂雕、转心、套瓶等技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这个时期的官窑，无论是器型、釉色、纹饰的处理，都创造出前无古人的新风格。唐英在乾隆八年进成了一件转竹碗，全碗满施浅青色釉，弧形碗壁锥拱出鱼藻纹。在乾隆皇帝的要求下，唐英将他后半辈子热衷探讨的工匠学问编写成《陶冶图说》，有系统地将瓷工艺的流程编次立下专业的论述。乾隆八年，交由当时的宫廷画家孙佑、周坤、丁关鹏共同绘制成20幅陶冶图。这20幅陶冶图详细记录当时御窑厂的生产状况。唐英在御窑厂的工作，从雍正六年（1728年）到乾隆21年（1756年），前后长达28年。他对制陶一丝不苟的认真与坚持，让后人对这段时期唐英所独烧的御窑称之为唐窑。这也正好印证了法国人类学家李维史陀所说的，记忆是人在宇宙中为自己找到的位置，而唐英的位置正好标志着官窑史上最后一个黄金盛世。多宝阁，顾名思义是收纳多样珍腕的百宝箱，因分成一格一格的，所以称为多宝阁。又因为同时容纳数十百件文物，所以也称为百十件。在古代，为了让日理万机的皇帝能够随时随性地赏万古物，不必费时地开库房查清册，所以皇帝会精挑一些自己很喜欢的珍品，并特别为他们量身定做妥善又具美感的典藏空间，多宝阁也就应运而生。多宝阁可贵之处在于它处处看得到工匠替皇帝的宝物构筑藏纳空间时别出心裁的巧思。这个雕紫檀多宝阁方匣，外观上有不同造型的扇面，扇面上装饰着模仿宋代四大家的书法和元代四大家的绘画。最精巧的是，每一个扇面皆能开合。扇形内高低错落的柜格分别收藏着不同造型的珍腕，原本会有字画的扇面变成造型奇巧透空的窗帘。巧妙的机关安排令人在赏玩时处处充满别有洞天的惊奇感。上下座可以分离，以屉板隔开，打开底座的屉板
又是另一个收藏空间。木工师傅得精密计算出各空间大小不同屉格的尺寸，一分一毫都不能出差错，才能灵活地开合并暗藏巧妙的机关。工匠在妥善安排空间之余，还得兼顾整体布局的美感及外形的精美。工匠们会利用雕花、镶嵌、粘贴等各种工艺来增添外观上的典雅华丽。圆盒的外观在细竹丝拼接的表面上粘贴着精致的番莲花图案，外形更加多变。圆形的外观反转一圈以后成为中空的方形，方形的四面即是藏纳珍万的小天地。方形展开后又可变成一个小屏风。多宝阁中所收藏的宝物隐约可见皇帝的品味，尤其是乾隆皇帝，他特别喜欢一些精细奇巧的东西。为了取悦皇帝，宫廷里的工匠无不费尽巧思，在造型与空间设计上出奇斗巧。乾隆常会命令当时的宫廷画家精画一些小画册及小画卷，这些字画都非常小，有的仅有一个硬币大，但都画得非常细致，具体而为，小中见大。这些来自不同年代的精品因缘际会地汇聚在皇帝的百宝盒中，经过工匠的巧妙构思，多宝阁简直就像是一座小型的博物馆，让身居宫廷的帝后们充分享受寻找与发现的乐趣。果园厂是专门为明代宫廷制造漆器的地方，其中以永乐、宣德两个时期所生产的剔红技术尤其精湛，被后世公认为漆工艺中登峰造极的精品。所谓剔红是雕漆的一种，是在漆物表面堆叠出一定厚度的漆层，刻下所预设的花纹后再将其余的朱漆剔除，所以称为剔红。剔红本身是一种高度工艺化的制品，漆工匠得精于漆艺与雕刻等技艺，才能做出一件精美的作品。因为制作过程既复杂又困难，所以技艺不容易传承。永乐时期，果园厂的剔红漆器，色泽枣红饱满，雕琢圆润，还在器底边缘刻着大明永乐年制的年款，细小针刻的文字
要对着光才能隐约看到。这项秘密被乾隆皇帝发现了，于是他做了一首诗，刻在这个花卉大盒里面：漆以时人见，家雕应若何，增华今后世，信显往回坡。花映祥稀暖，叶成瑞露多，细针捐永乐，谁与护尔喝。雕琢的花叶是如此鲜丽华美，赞叹之余不免让人兴起珍惜呵护的心情。漆树成熟时，内含丰富的汁液，人工采漆，以刀具划开树干，割出 V 字形斜口，再插上贝壳，承接流出的漆液。刚自漆树取下的漆液称为生漆，不能立即使用，得经过提炼后才能涂刷于器物表面。古人提炼精漆是将生漆过滤后，在太阳下曝晒，并轮流搅拌15到30天，直到变成半透明淡棕色，便可用于涂装。现今提炼精漆，先将采收后的生漆过滤，去除漆渣，倒入精漆桶，以搅拌机缓缓搅拌至一定程度后，上钨丝加热，使水分蒸发，数小时后漆均匀稠密，即成为天然的透明漆。经天然漆的涂刷后，具有耐酸、耐碱、防潮等特性，器物可以经久耐用。将生漆加上朱红色料，以牛角细磨调和后，就成为可以修饰剔红的朱漆。朱漆经调和后，一定得倒入滤纸中过滤，这样涂刷于器物表面时才会均匀。明代的古玩鉴赏家高廉，在他的著作《燕闲清赏》间提到：盒质贵小，越小越能看出漆艺师傅技艺的精湛。这个剔红漆弦过关小圆盒，直径只有8.9公分。要制作一件工艺精美的剔红，过程非常繁琐复杂，又耗时费工。在上漆之前，得在胎体表面做好固胎打底的动作，以生漆、瓦粉和松节油混合，均匀披在胎体表面打底。由于天然的生漆会浸入胎体，跟材质紧密结合，产生极佳的保护作用，不像现代化工涂料仅留表面美观，无法产生固胎的效果。胎体干硬后，再用粗砂纸磨平，磨平后至少得涂刷3层底漆，每上一层底漆得经过1天1夜硬干后，才能再上下一层，
上足三层底漆后再磨光，才能开始上朱漆。每上一层朱漆，也得经一天一夜在印室阴干，取出磨平后，才能再上下一层。一件剔红的上漆工作，往往得费时好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才能累积到足以雕刻的厚度。古书上记载，果园厂的剔红器漆朱36道为足，也就是用漆不得少于36层，实际上有多到100-200层以上的。从故宫古代剔红实物观察，一般漆层厚度大约在2-3公里之间。如此繁琐的过程，说明了果园厂的雕漆师傅对制作品质的要求，因此剔红的价格自然昂贵。据记载，在明代，一个剔红盒要价3000文钱，等于当时一个长工一年多的工资。3000文钱可买到40多担米，足以供养一家8口人食用一年，自然不是普通人家所能买得起的生活器物。这个双狮圆盒直径很小，约只有10公分，盖面雕刻2只祥狮，斗玩着一只绣球，在双狮的追赶下，绣球的彩带飞扬，加上背景雕满灵芝云朵纹，使得整个刻画非常富有动感。明朝永乐、宣德2个时期，果园厂制漆工艺的兴盛，当归功于张德刚与包亮2人。他们出身于浙江嘉兴西塘地区颇负盛名的漆艺世家，由于技艺高超，在永乐年间被朝廷征聘到果园厂，担任银扇所的所副，传承他们的技艺。张德刚这一派流传于南方民间的雕漆技法，也就影响了永乐、宣德时期果园厂剔红的风格。这类技艺风格的特色是藏锋清楚，引起圆滑，纤细精致。所谓藏锋清楚，是说刻工雕法纹理线条交代得清楚流畅，运刀要不拖泥带水，不露刀痕。所谓引起圆滑，是说表面凸起的花纹要刻得圆润光滑，自然浑厚，不露棱角。所谓纤细精致，是指背景的各式景纹坐地镂刻得纤细精美。果园厂是漆工艺领域最高品质的金字招牌，这些典藏于故宫的剔红传世精品，显示着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果园厂名不虚传的精湛技艺。朱漆一层又一层的绚丽色泽，随着岁月的流转，红艳依旧，透过表面纤细浑圆的纹理与丰润的色泽，工匠们技艺的深厚就在表面显露无遗。名人出景图与入壁图是故宫典藏的画作中最长的两幅画卷，出景图约有26公尺长，而入壁图约30公尺长，因为太